线。第一球打击出去，在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稳稳的、稳稳的接杀，创造历史。台东线3-2，一分之差扳倒了大魔王，让新北市无缘挑战他们的3连霸。哇，真的是历史啊，历史性的时刻。而且最后是紧张刺激的一棒就追平的局面，他们竟然守得下来，恭喜台东县，今天你们真的是表现得太好了。哇，从攻击、投球、守备还有跑垒全部都是100分。台东县的红色闪电在2023年的6月2号星期五在天母球场扳倒了强敌，不简单。对，真的非常的困难哦。你看这些150的战队哦，但是他们却可以顶住压力，甚至于在最后1-3的局面，一个三振，一个高飞球，拿下了历史性的一刻。对，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赛后讲评。